很厉害的地方，整股五分钟就让你喷五百，我不知道现在涨价了没？对对，喷喷喷。前几天有点闹诊，脖子啊，自从大学地板动作好转之后，到现在一直都受伤。健身什么出力不正确，脖子就会连带下去，整条筋都翻掉啊。它比较不是那种经络按摩，它是那种快，靠背刚掉一声，今天要先做，等一下脖子会断掉。我来过很多次了哦，这个师傅很厉害哦，来自三重的哦，脖子又有点怪怪的，然后我又去健身，然后再次做很大的重量，所以它有点跑掉。还有吗？不错，就脖子延伸到整个右手举起来都会痛这样。这样是今天特别大力吗？太久没来了，我来过都会有点害怕。你们有没来过的，第一次来你们已经吓到。有的女生叫到外面两秒就听到。我肩关节跑掉。你要放松了，你很紧张的话，师傅反而不能用。有的人会很紧张哦。对，是因为我来过很多次，我知道要放松。如果你没放松，反而会很危险哦。再双手，换另外一边，面向上。大家不要紧张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汽车维修员。哦，胸椎后面那一直飘很多声。哇，好，上边。我筋已经很软了。然后脖子、手，整个感觉看，现在就头上有很多星星这样，但是感觉是松蛮多的。多少？600克。哦，有啊。你是七点以后可能下班以后，那人更多。但是我是没预约啊，有时候直接来，就在这个市政府的运动中心对面。靠枕类的会非常的有用，因为你的错位他帮你移回来，你长期姿势不良什么的，那就要靠你自己去改善。不可能说腿想开就回来，那就是你自己要去避免。